建成以后呢，我们占地是390平米，就是可以停200辆汽车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小。城景停车场最大限度利用边角地，增加了停车泊位的供给。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后呢，通过增设引导指示牌，对前往医院就诊的车辆提前进行分流，精确引导至该停车场，既缓解了就诊车辆常识的排队情况，更减少了医院周边道路违停的状况。